迪拜巧克力，姐妹们，我这个是拍了两个，我觉得呀，开心果果的是最经典，他们家现在有上了很多的新口味，还有扁桃仁的，说到可以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里面，看，打开就这样的，好，哇，好硬呀，嗯，纯可可脂的，它里面这个夹心就是用开心果酱还有面包丝黄油炒制的，就有五分的苦，就你放冰箱里面冰一下吃的话更好吃，嗯，推荐咱们可以拍两块啊，拍两块比较划算。